2000万大关，还在全球持续。早在今年3月，有网友脑洞大开提问，会有国家因为新冠病毒而灭国，结果还真被说中了。澳大利亚境内还有一个国，中国赫特河公国，其政府因扛不住新冠疫情危机，国家自行灭亡。这个国家是赫特河公国，位于澳大利亚珀斯以北约500公里，1969年宣布独立。赫特河公国前国王李欧纳德亲王，是不是觉得这个国王看上去像一个村长？赫特河公国面积7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26，你没看错，就是26人。加上在2017年，西澳大利亚州法院拒绝承认赫特河公国，裁定赫特河公国必须交税。法官指，任何人都可在家自立为王，但不能无视澳洲法律或不交税，下令赫特河公国支付数以百万澳元税金，为赫特河公国王国埋下伏笔。赫特河公国曾是台湾与香港人的旅游胜地，他们发行自己的护照、签证、邮票以及通行货币赫特河元，1美金可以1.3块赫特河元，可在公国内的纪念商店购买纪念品等。依托旅游业而生的赫特河公国，因今年疫情爆发，赫特河公国1月起封关锁国，令旅游收入受重挫。澳洲政府相继追讨数以百万澳元的税金，赫特河公国支持不住，因无力偿还积欠澳大利亚政府的300万澳元，只能宣布灭国，并以卖土地的方式偿还债务。因为赫特河公国将回归澳洲。美完美聊，侃侃播报。